这是一颗奶酪，你们相信吗？因为家里实在没有地方了，所以我就给它放在了北阳台上，没有阳光，浇过一次水之后就没再管了。它现在越长越丑，我今天拿出来看了看，一看杆子都有点黑了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叶子掰掉，然后把杆子也掰掉，发现里面黑了。我们拿出来看一下，这其实刚才我已经拿出来了，你可以看一下啊，就是这个杆子，你看里面还是有黑的。我们再接着掰一下，看都是黑了。掰掉看一下，你看里面还是黑的。这个要一直切，切到它杆子没有黑的地方为止。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浇了水之后不通风产生的这个黑腐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浇完水啊，切记要通风，通风，好不好？